教练，走。啊，弄完了，你叫我去啊，大声要创啊啦！教练，你这是要PO FB的，还是要传给家里？也不知道啦。欸，教练，你怎么还变当很逊呢？你应该把自己拍进去啊。没有那，我看我要动到脚上啊。哦，教练，你还没比赛啦。我跟你讲，撩妹要有技巧。来，教练，我问你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台湾的犯罪率这么高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美丽的五官是我犯罪的开端。 <笑>我大无声，教练，你有没有打火机啊？没有啊。那你为什么可以点燃我的心？哦，卖闹啦！我只是有无讲讲这啦。不会啊，你一下就可以了啦。不然教练会被老扣扣呢。哦，你笑啊！这时间撩妹，唔得，唔摕来练球，去食饭啦，大家去食饭你无看的哦。哦，你就这样。哦。 看啥？紧吃啦！